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正如你看到的，我在工作。工作？嗯，这是我的新工作，打扫卫生、洗碗，还有送外卖。 程律师，梅花，这是你家？啊，我家。哦，我找了一份工作，是做小时工的，中介派我过来给了我地址，我按照地址找过来，没想到是你家。对，这是我家。这是我儿子。 小凡，你好，来，进来坐。好。这是我们家客厅。啊。厨房啊，都那边。好的，好的。你怎么想起做小时工了？ 我的情况你也了解，这不是离婚了吗？光靠着我姐帮衬我也不行啊，我要自食其力，看我自己的能力养活圆圆。自食其力，值得鼓励。哎，对了，你怎么想起来要找小时工呢？